好，欢迎大家咧翻翻嚟球场啊！咁啊，球场上边咧暂时咧未见咧双方嘅球员，咁但系咧就呢个时候咧就喺更衣室入边咧，梗系会都几紧张下噶啦。咁开始见到日本嘅球员出嚟啦，咁啊其实球证咧都出咗嚟噶啦。咁啊上半场咧系日本暂时系1-0领先啊。咁啊，少皮啊，咁快嚟喎，嚟咯喎，啊呢个证喎，纸啊去换啦，攞埋个中亚运嗰个证啊佢，系啦，整定呢个。乜正路啊？咁其實第一場有踢嘅，佢第一場有踢，有正嘅係。啊，佢第一場有踢，佢第一場踢完之後咧就去咗呢個熱刺啦。係。咁喺嗰邊都唔錯啊。咁佢有所增強啊，中興嘅，因為佢同阿羅比堅尼啊、帕夫尤津高嗰啲咁快一齊同帕夫尤津高踢嗰個熱身賽嘅，我諗嗰幾十分鐘應該偷到好多絲嘅。佢都踢咗好似三分二，踢下半場中段先被調離場啊嚇。咁啊睇睇啊，咁啊李志豪上半場睇得好啊，我覺得咧就好穩陣啊啲波，咁啊落腳殺過咧就殺得幾好，咁啊始終都係大家我諗佢哋又忘記傷痛，唔好忘記咧嗰個角球嘅失誤啊，平常心啊照去踢，咁啊上半場咧就以呢個香港嘅表現咧，我就覺得咧平均計咧起碼8.5分以上啊 ，Kimmy 你俾幾多分？我覺得佢好好，即係尤其是即係睇佢呢幾場一路打落嚟。有啲波個節奏啊，各樣都好定，不過係個別有時有一啲自己控球嘅時候咧，就比較好似覺得即係有機會喺你手就失咗，咁呢樣嘢就冇口飛啦，年紀輕啦。咁我就覺得鄭麗軒咧就好勤力，但係佢有少少緊張，我覺得佢係你睇佢個波一推落咧，就夾硬將個波咧扯出嚟。嗱好啦，咁啊邵琦咧真係咧，如我哋一般所料咧，就係喺下半場嘅時候入替啦。咁啊，阿慧文啊，你覺得其實邵琦會唔會都係因為而家戰果，所以咧就係下半場出嚟，定係話咧，即係如果可能仲係暫時0-0咧，可能都會踢多俾佢睇多下半場一段時間先出咧，定係都唔係噶啦，都唔理噶，都一定係半場半噶，你覺得係點咧？我諗啊，金本芬就係其實有預咗佢落嚟，但係個時間可能冇咁早嘅。咁我都係因應個戰果啦，咁啊再加上可能都我相信都有問過邵琦，即係搭咗咁耐飛機啊，攰唔攰先？我冇坐先，我打冇問題嘅。坐頭等 OK， 瞓得好就冇問題。冇問題嘅，咁就早啲出咯，咁就冇問題嘅。照計冇問題，因為今日中午咧落機啦，咁啊落完機之後咧，佢都有一段時間休息噶。咁啊，但係阿邵琦喺度咧，佢我諗就肯定嘅好處咧，即係佢就嗰個拼搏好強啦。咁兼且咧，佢有手榴彈接住啲飯喎，去到邊線嘅波咧，佢可以咧係大力崩出嚟啊！好啦，下半場開始咗啦，咁啊睇下嘅攻門啦。咁我覺得下半場咧頭15分鐘係好重要啊！如果香港頂得住15分鐘咧，唔好再失第二球咧，咁喺餘下嘅時間咧再諗下啊點樣憑住邵琦啊其他咧係球員嘅破門。但係如果你頭15分鐘咧俾日本咧係偷機成功咧攞多球咧，咁香港今次呢面金牌咧就係會看淡少少啦。咁另一方面咧，你大家留意到咧，日本咧其實就冇乜即係話好高大球員咧，可以咧試下又去埋少奇用多啲高波都得啦。哎呀，睇下攞唔到，第日出翻嚟，好口出一彈彈過嚟之後咧，嚟啊嚟啊！背波早就起到佢，睇好啊咩？一支支出嚟中間後面有冇人有？睇下，哇！一輪嘅運轉咧冇辦法咧起到佢嘅啫。哇！背波呢下幾夠膽喎嚇，突然間入去，以為佢出唔出啊？跟住再推落去，好下靚啊！嗱，再睇呢個慢鏡啊，嗱呢下已經係出過噶啦，背著咧嗨嗨俾人。阿陳華飛睇下攞到話對方出腳快喎，你睇呢個波啊，好快將個波係攬住，仲喺呢個底線前咧係搞緊啊呢個波。好啦，仲係紅衫攞住，歐陽耀宗一扯，有人啊頂咗落嚟，搞掂啦！搞掂啊！快陳少琪啊！哇！係啊！哇！你睇啲球迷，喂，我哋喺廠啊，全廠嘅同事咧都係相當嘅喎，現場球迷一模一樣啊！唯一遺憾啊，真係～邵琦嘅始終喺前面有佢個即係埋門嗰下個頭嚟講，始終有一定威力啦。咁我相信咧，而家下半場依家陳少琪拍住阿查雲飛咧，前面有兩個高佬喺前面，我相信喺高波方面絕對係有著數嘅。即係唔好，首先唔好頭大啦，係嘛？即係咁快追到，咁但係就當然而家個犯錯一定係有嘅，因為其
心嘅真係日本隊咧，個高空波就反而仲冇香港好添。不過先阿陳少琪咧開波咧踢咗個波，如果我頭槌咧就係一落場嘅第一球嚟㗎啦嚇，都算係即係呢個真係可以叫做 lucky 波嚟㗎，即係幸運童子嚟嘅，一入嚟嘅波入一比一。都冇用啊！咁啊，戰情肯定就嚟緊會越嚟越激烈噶啦。入場嘅球迷亦都係肯定係過足人啦，真係冇得傾。爭取緊東亞運足球決賽嘅金牌嘅呢場比賽，香港最成一比一。咁啊，既然死球咁好，咁啊，亦都咧而家有咁多球槌好嘅，咁啊睇嚟咧打到最空光炸得噶。少奇手榴彈都有埋，哇！以為咁筍啊，真係咁啊，作翻出嚟嘅時候咧，對手解圍又係界外。唔係講笑啊！真係嚇、過去熱刺開開眼界，雖然短短幾日啦，睇人哋咧即係嗰啲訓練啊、嗰啲態度咁樣，嗰啲方面哇，好靚平飛埋嗰個界外，直情係去到係十碼點附近嘅咁啊！我覺得可能可以賣出嚟咗啦，係啊，而家除咗單除嗰啲波，打出嘅三名安宇咧，快步咧已經係將波打橫咗，搶咗嚟右邊啦，佢啲速度都好好㗎，咁樣講啊，精平長板，有鬼拍佢埋嚟。上邊線都係啦，咁佢跟住逐步入邊線入去啦。歐頭睇一下，好嘢！少奇翻嚟幫一腳，再送翻嚟少少，又睇落去喎，壓咗啦。呢個未能夠調定咧，接波嚟咧就壓住超過少奇。歐文啦，香港隊咧就我哋頭先講咧就係頭十分鐘只要頂住唔失波有機會啦，點解啲原來唔係喎？直情咧下半場開波兩分鐘咧已經係攞到一球喎，咁呢個時候咧你睇香港隊就好心痛啦，哇又有機會啦，一睇到少奇呢個波點樣攤到得吞飛埋，再吸埋嚟，哎呀呢、這個波係吸飛變位咧吸過嚟左邊咧就飛到翻涉到啊，咁如果佢選擇咧當時咧硬推喺右邊咧，可能咧就個角度窄咗，咁但係咧可能保護個波機會大啲，嗱呢、這個波偷得靚啊，嗱你睇少奇加起步。個對方咧已經睇到啦，你唔大好嘢啦，逼佢去一邊啦。你一埋中間咧，原來後邊就人到啦。喂，其實咧，比賽咧而家打和啫。香港咧絕對係心紅咧，撳住上嚟啦。咁但係咧，會唔會哇？如果撳得咁過嚟呢邊咧，即係日本個進攻空間仲大咗咧？相對會係嘅。咁但係即係踢波就千變萬化，即係其實我哋都係預計佢係後邊先到攻嘅，咁樣咁啊。既然咧開波兩分鐘就已經追翻地啦。我就覺得而家日本隊其實後防咧有少少弱，我覺得就不如就索性而家就去攻，同埋睇下可唔可以攻到佢。但係咧，就以香港隊今日咧就啊球員嘅乒乓球迷嘅支持，咁啊再頭先望咗看台咧，就見到特首住咧都見到好多咧係即係政府嘅高官啊、局長啊、張建中局長啊等等咧都有嚟捧場啊。我諗咧其實仲有不少咧係好多政商界人咧都喺球場咧支持啊。哎呀，我攞到我呀！我幫佢落地攞噶啦，佢攞一個個都冇啦，真係估唔到啦！哇，咁非常嗰啲場波咧，其實我睇嘅時候睇啲動作，我見到咧想快開嘅時候咧，打俾佢咧就好似咧就睇動作啊，真係唔知而家係點嘅先。咁啊，即係細細變啦，如果要罰咧，可以俾牌嘅。阿寶你。我就開出嚟咯，哇咩事？呢邊咧落地嘅時候咧就見到個波架搖低，咁啊雙罰，我哋咁快咧都要罰球，所以嗱真係即係嗰邊攻勢好咗係好嘅，但係咧後防都要醒目啲，肯定啲唔好投大，打啲咁大啲波啊咁多罰球。呢、這個青龍拓展，但係依然咧佢最快，咁咧呢個時候咧，我都有縮翻後邊踢啊，咁所以中場咧嘅人數自然咧差啲。葉鴻輝到曬，好波！哎呀，睇呢個可以葉鴻輝嚟，好好狀態嘅啦。佢咧同對方咧係大逼勇壓撞啊，翻嚟大逼勇壓咧就瞓喺度，但係葉鴻輝咧呢下咧可能我都需要驚佢咧條腰咧俾人撞到啦，屌啦，成隻貓碗飛出嚟啊！哇，其實大逼勇壓呢個波咧冚咗埋咧，就真係有啲難過。其實咧呢啲位。而家先痛啊！而家先痛，唔加痛啊！絕對係啦，因為其實佢個波應該就即係唔到嘅話，夾硬啊，很耐。咁但係楊輝咧就一路睇呢幾場波，一路越打，那個信心係一路真係建立緊啊！佢話後生仔啦，
其實我係即係打到戲嗰啲好容易明嘅啫。我有嗰時睇河水歌啊，明明香港唔隊爭兩隊都啊，突然勁咁多嘅咁樣，啱唔啱外隊嚟到香港都爭啲咧？咁即係好多時打到戲。哇、啊！真係難得係因為用一班年輕嘅香港嘅球員都有呢個表現，同埋加上入場嘅球迷眾志成城啊！有計啊，今日。一比一個環境，又喺右路位置打落去啦，見到係陳宏飛，大位埋出啦，大位左腳唔得啦，稍微咧貼身少少嘅波起唔到腳，呢個再斬埋嘴未出界嘅，小心啊！好嘅，快快步啦，追翻後啦，黃子龍攞到，歐衝嚟啦，再送翻後，俾埋梁振邦，斜線肯入去呢邊咧，加個球旗清咗佢。一路做啊！好似頭先魏文咁講，你都香港隊咧前場咧盡量俾多啲體力食嘅壓擊打法逼住佢，因為本隊咧其實偏向其實咧比較危險啲嘅，咁你打壓擊打佢咧有着數嘅。有個頭嘅上就落點就麻麻地，俾龍門啊掹嘅啦，連龍門自己出嚟攞就好地。香港啲球迷咧就年輕呢班啊，亦都見到其實越嚟越成熟啊！佢識得做啦，又係球迷可以做嘅嘢喎，包括都幫喺度收腳下啦，好多時咧都幾得眼。哎呀，佢好啊，球員搞到你咧都不知如何是好咁樣。埋睇住，即係唔好話新嘅球員接班啦。各位咪新嘅球迷咧，其實都已經接咗班嘅。咁啊，比起早幾年嚟講，即係球迷多咗啊，亦都支持。香港隊嘅人咧真係娛樂嘅一流啦，咁啊即係無論踢得好，好都支持。以前相反嘅就覺得好有支持啦，咁啊唔係咧就比較唉真係。但你講得係咪？你都睇到即係嗰個情況啦。其實我見到呢班好大班嘅球迷咧，近呢兩三年開始出咗嚟，真係過去十年都唔見嘅。即係喺近年真係開始球迷都個數目啦，同埋個投感係高用。感覺上香港嘅球迷係真係真係進步咯，即係真係全力咁支持緊香港隊，即係無論佢踢得唔好，或者輸波都係，即係睇到佢哋都會係有討論，即係都係話點樣繼續下去再支持啊。咁其實呢樣嘅感受俾我哋咧，就係嗰時我踢奧運隊嘅時候，對住日本係冇得踢嘅，咁啊我哋輸咗嘅，咁但係即係對方嘅球迷咧係都好尊重我哋嘅，即係話佢哋輸到好尊重。香港希望將來嘅球迷都可以啱呢樣都要做埋嘅呢樣都啊！除咗上先，我覺得幾好嘅突破，哇！陳小琪射開有引啊！呢個波咁俾外上，話路射，但咧就塌咗。阿偉文先講嘅都啱嘅，即係其實球迷都係要啊，當然咧投入好緊要啊。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尊重對手都係嘅，呢個要時間去慢慢去學習啦嚇。我只有打喎嚇，何嘢講貴啦？打橫咧喺禁區頂，但係再俾橫射高咗。所以入到都係下半場出咗佢第一次嘅射門啦，但呢個波咧就亦都係炒波睇，出目托似射出嚟嘅效果就好一般嘅啫。俾波佢咯，做嘅嘢就好多嘅何嘢講貴咁，但係最後咧就係出目托似寫麻麻地。咁所以佢都佢喺機場日本咧，佢真係中間佢組織進攻唔錯啦，但係最尾嗰腳咧佢唔係話即係咁成熟嘅。咁當然佢哋前面部咧都係呢個19、20歲都係年輕球員嚟啊！佢哋呢班球有目標咧，就係呢個12年嘅倫敦奧運嘅。咁所以佢哋相對地咧，即係年齡係細少少㗎嚇。咁唔係講少啊，中興啊，雖然話日本隊嘅話，佢哋可能都未乜踢過，即係有成30000人睇嘅波喎。唔奇喎，你講得啱喎嚇，始終個經驗咧係全部虛你嘅喎。咁但係就再咁講，雖然話對方咧都係比較年輕啲球員，咁但係你都香港要有努力，你香港打得好，你先至有咁嘅成績㗎，係咪？唔係話人哋就細啲，你一定贏啊？唔係㗎嘛，係嘛？好啦，咁啊頭槌咧就鈴木大輔啊，隊長啊頂翻出嚟，個中間撐一撐下佢，咁啊呢次咧就俾呢個大碧勇亞立住，咁啊大碧勇亞已經係 J 啲上陣啊，雖然咧就相當年青啊，咁啊喺亞冠杯咧佢喺踢過5場咧入到3球啊，即係幾好叻喎，係啊，嗰個紀錄啊唔錯咁，但係問題就似乎今日咧佢都受制咗我哋香港嘅防守啊，唔係話好多發揮嘅機會，口令要衝推人啊，再推下都唔跌啊呢、這個。山川和真係個下盤幾穩啊，個裝站得幾好啊，爭到馬啊，之前咁但都要吹啊，呢、這個實在嗰、那個名氣係太大啦。1-1之後咧，就香港喺1-1之後嗰幾分鐘咧都心紅啊，咁但係呢段時間到呢、這個日本咧攞翻呢個節奏啊，咁所以香港隊咧局主都縮翻後邊。咁但係我覺得香港縮翻後邊冇壞喎嚇，咁啊因為你後。
後面你今天眾人看來是真的絕對頂得住的。你說方面是攻得到就好而已，攻不到呢你又後面空間多了，第二呢你就如果被對方打回過來拿回一球呢，你真的成盤冷水照頭淋。所以穩穩陣陣打著先亦都不壞，但是最重要就是前面要果斷了。好了，這個球看看怎麼樣，連球立不到，這個球是左腳仔很高的，一猜一扯出來中間，好厲害，這個球頂到跑得漂亮，這個球你看到其實日本隊都不是很多高大的球員，兼田長雅這個球出得漂亮，但是留意住睇翻咧，睇下佢头啲脚法啦。呢、這个系十六仔啊，何嘢讲贵？跟住拉球抽你，估唔到咧。全部啲波都系后抽嚟嘅。但系好嘢啊，中间咧李朝一样咧顶得到啊。好啦，今次又系一个位啊，哇！喺嗰度打咗好耐咯，都始终踢翻出嚟。你睇到个防守咧，系其实嗰边就好严嘅。扯咗过嚟之后咧，中间亦都有人补位嘅，所以头先咁出出嚟啲波咧，一样顶得到啊，真系打得唔错防守啊。都系啲主场之力啊，我觉得我哋。如果场地烂啊，如果场地靓啲啊，日本队花篮劲好多啊，真系啊！呢个人做法咧系几劲噶吓。咁啊，下半场咧就啊，而家十零分钟啊，差唔多我都要回回气，因为金冠仲有都休。哇，陈少琪落嚟都系立竿见影，见到嗰个作用，佢嗰个主引式嘅作用。加上其实真系要提一提咧，佢其实喺过去几年，我谂觉得国际赛佢不嬲表现都系好，包括去年嘅省安杯等等吓。咁啊。另外當然是兩位國援啦，即係已經是香港隊代表啦，其實都打得很好嘅，陳文飛啦，同埋即係 set 波除得出，仲有下半場都好咗嘅，就係、是、郭建波，我哋喺左路啦，佢嗰、那個佢嗰個速度啦，同埋佢有射波能力，睇下有冇可以發揮。稍微攞到波啊，都要俾啲聲氣聽下，冇辦法作客嚇，唔再重點插入。下半場14分幾鐘，1-1。球場睇下咧，就真係幾靚嘅。一開始就會猛啲啦，即係其實個雞聲係多咗噶。咁從出嚟日本陳柏豪咧，俾人印到，不過就因為佢射咗到力緊，咁啊唔會點傷。偉文頭先你講過咧，就係、是、蕭奇呢、這個調動換阿鄭亞軒當嘅正路，亦都係有用啦嚇。再打落嚟個局面，佢都係咁樣持續十分九分鐘，就形勢都差唔多，應該都可以做有啲咩做。如果當時的戰果啊，咁啊，仲係打和嘅話，其實就變咗嘅變咗，因為其實我之前就諗下會唔會將阿郭建邦抽咗出去啦，咁啊，都係上半場嘅問題。哎呀，我唔知仲有誰得衰？好啦，喂，嗱呢個位咧，黃之龍嘅左腳啱射位啊，唔好拗，唔好拗。徐德衰同佢拗咧，拗12碼。係，徐德衰就喂，佢指住喂喺界入邊喎，咁但係呢球波咧都係出一入嘅啫。嗱呢個波咧係一個都算好機會啦，俾個直線。咁啊追埋呢小奇，俾到一插。嗱留意呢個波，都係禁區外，禁區外。啱啱即係接觸嗰個腳喺禁區外，好明顯啦。佢識搏喎，真係徐德衰，即係唔係好多個識搏。嗱，睇下邊個啦？幾個？萬一嚟歐陽耀宗啊！如果右腳射呢個位咧，就個角度就唔係好啱。咁啊，左腳咧就大位，有得選擇。左腳係有左右右。我睇嚟咧，黃之龍上咗嚟㗎啦。咁呢啲咁嘅波應該係之前練過㗎啦。徐德衰頭先話咧，應該係框框㗎，框框失流波啊！因為對方埋嚟咧，佢講咧雖然話跳起啊，但係咧對方炒上嚟咧，都應該係冧中佢㗎。好啦，咁啊現場氣氛咧就好緊張。我見到黃之龍咧叉腰企喺度。咁睇嚟咧，都係有機會咧，以黃之龍咧係佢射嘅，因為少奇都作勢啊！我諗黃之龍機會多啲啦，啊，除非真係黃之龍點射啊！呢個波咧就射遠處啱嘅，呢個波就合標準，因為咧係中籠嚇。咁但係咧個波咧第一個球速咧唔係話好快啦，咁第二咧係過咗人牆咧都係向住龍門嘅位，因為龍門已經企中嗰位啊，可能唔需要咧係移一步啊。咁但係呢個咧就亦都係香港隊一次算係正式嘅射門，哇！翻嚟呢個盤好快喎，咁但係香港今日防守真係唔錯啊，又撞翻出嚟啦。我真係要好欣賞即係陳偉豪啊、林振邦啊，真係好勁啊！睇就做翻應該做嘅工作，亦都唔會太多啊。按住上嚟拍翻嘅李志雄啊！好啦，我又嗱入咗本勢，比加油界送埋中間嗱，佢哋仍然咧，其實日本隊咧就都真係幾有紀律嘅，佢一路咧都係睇法都係 keep 住，都係用好地波好短傳，係變化唔多咁解呢樣嘢嘅啫。咁於是乎咧，其實香港隊都有少少咧係適應咗即係日本隊而家打法啦。稍微咧係壓迫得多啲啦，死纏爛打得佢位咧，其實日本隊就似乎有啲一程球目展嚟噶。嗱，跟住呢波又係想搏㗎，李志豪咧搏得位嘅時候咧，睇下搏唔搏得到，搏唔到。如果佢咧
隻手。講得快喎，日本隊都聽翻啲啦 ，Levi 琴等你啦，仲等你玩得翻位啊！比較迂迴啲，擺嚟左邊 set 好啦，俾加油架嚟右腳架，靚波嚟㗎，好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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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靚啊！不過真係緊緊遠，咁啊，正睇到。嗱，下半場咧就開始咧入中段啦。咁而家香港咧會面臨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有部分嘅球員咧係開始體能下降啊。咁呢個一定要小心去處理啦。睇翻呢個波就係越位啦。咁呢個時候咧最關鍵咧就話，如果體能下降嘅時候咧，俾日本隊咧喺中路咧容易上腳，容易做啲小入嘅時候咧就係啦，偉文啊。嗯，即係而家去到六啊三分鐘嚟，睇到香港隊個別球員嘅即係咁步伐係慢嘅啊。咁啊，即係都幾怕話喺中間嗰個防守力係弱咗。所以呢段時候咧就要捱啦，要頂啦。咁啊喺全場球迷咧同埋各位家庭觀眾支持之下咧，應該咧就係啊，嗰啖真氣都要出埋噶啦，平時未出嗰啖都要出噶啦啊！好啦，睇睇呢次對方有隊友噶，俾隊友帶啦嚇，冇喎，球證咧冇事喎嚇。查彭飛咧就好似俾人推跌同埋身體接觸，咁但球證比較近啦嚇，佢判斷咧對方冇事噶。山川朗如攞住，咁啊現場觀眾咧當然可能唔係同意球證嘅判斷啦，咁啊呢個啊有啲噓聲。好啦，跟住係山川朗如俾個直線入嚟，咁你睇到咧日本隊而家咧就亦都可能咧教練都部署咗啊，知道去到中段開始咧香港隊如果體能下降咧，就多啲踢入心臟啊！啊呢個時候好多時候咧都係嘗試咧係直接踢入去，啊呢球波咧就逼住陳偉豪咧出嚟一撞咧，大逼勇也咧就係被撞跌啦，咁立即要回防啦喎，咁大逼勇也。呢啲波咧就直射機會就相當微嘅啫，咁啊問題咧佢個二傳埋你咧係造成點啊？香港球員咧其實咧就個體能咧，你睇翻有冇練出曬好嘢，用得真係好啊！咁啊唔係話香港體能差，而係咧其實咁樣搏法咧，啲球員係咁走係咁走咧，真係好辛苦噶嚇。好啦，呢邊咧睇咧陳宏基單對單兩個埋咗嚟噶啦，仲要咁樣過，哎呀！你開始有力嘅時候咧，應該早啲選擇俾人啦，好啊！你話開波又係有力，點樣扭冇問題咧？但係你而家開始差唔多體力用得咁上下咧，就應該啊打多啲組織好啲啦。我呢邊咧就青木國子回放到青木國子中間個射埋嚟，唔怕啊！呢、這個我睇到起腳咧，因為個角度咧唔多啱嘅。佢咁樣起咧，除非真係寫得好靚嘅啫，而葉夢飛都第一時間出嚟咧封住位啊！咁但係雖然話咧，你話即係開始係體能下降，但係過球員真係好過啊！嗱呢啲波你睇佢中間一擠高波時候咧，已經咧有人咧攝埋嚟啦！嗱呢個波係到梁振邦攝埋嚟啊！如果梁振邦呢下唔係攝埋嚟咧，呢、這個青木道師有機會攞定，咁就大威脅啦！有啲攝埋嚟，你焗住冇辦法，一定射呢啲波射埋嚟咧。只要今日阿容輝咁嘅狀態信心，就算中籠啊都應該俾佢救到啦稍微回氣啦，咁啊攞翻節奏啊嘛，咁啊香港隊其實過一個禮拜咧，即係超咗82分嘅啦，兩日打場喎，夾咗波有幾耐仲未打，咁啊打到呢場就而家都其實都已經可以話回好曬氣，咁只不過就話即係因為下半場出嚟冇幾攞勝，之前1-1咧，咁啊開頭即係會有一段咧嗰段火咧就想撳住佢，咁但係而家都去到下半場20分鐘，稍微可以拖翻慢啲嘅，同你咧。要諗地點樣長途戰㗎啦，因為萬一90分鐘打和咧，要加時嘅，咁啊去到加時30分鐘就真係咁睇啦。超奇，旁邊有隻嘅，哇真係俾到喎，射埋去省到人，多下亂啊！好易啊，呢個再加人再解圍。阿少奇咧就係始終個身形好啊，咁啊得住又先得多，咁樣攞三次，好啊，但係1-1。哎呀，頭先知上半場好多啲幫金嘅，呢個神仔啊，楊輝都其實佢都有一定嘅即係狀咧，係箍翻定少少嗰個節奏。我見到嗱，就係呢個，我覺得下半場好多嘅黃子華，睇下上唔上落落嗰個鬥心，咁同埋佢其實真係有能力嘅，佢有時嗰啲高大嗰啲引開曬注意力咧，或者佢有機會上嚟嘅。最明顯就係郭連邦咯，即係上半場其實就踢得即係喺我哋嚟講，成隊香港嚟講比較最曳嗰個。咁啊，但係下半場多咗邵琦之後咧，即係可能嗰個乜佢個遊集都要兼顧埋中間啊。咁啊，變咗郭連邦反而下半場就翻山好多嘅。郭連邦係即係覺得下半場因為成日覺得佢有計嘅，即係因為佢速度快啊，細細粒啊。咁啊，其實而家香港好多啲球員咧，亦都唔多，即係喺邊線嗰種。等待機會啦嚇！日本隊啦，雖然話香港隊都驚佢體能有問題，但日本隊咧，似乎
嗰個單調嘅跌喎，即係嗰個範數都係玩呢只短傳滲入啊，係好腳法嘅。但係香港隊守開已經守到即係快板地，唔係好多人都咁區啊，見佢。呢波難得起到隻腳，自己搞曬嘅，右腳插清合子，左腳插又係高出。日本都有問題咧，就係冇高波呢範。咁其實咧，我哋睇翻準決賽咧，香港同招先嗰場賽事咧，招先因為有個霍光雄咧就好高嘅中鋒啦，下半場會入咧，就變咗你多高多範咧，喺個下半場末段咧係咁崩埋咧，令到呢個香港防得疲於奔命而出錯。咁但係而家咧，因為日本你冇高波呢範咧，就用唔到呢一個戰術啦。所以香港隊咧依然咧仲係保持地方定咧，塞得夠密嘅話咧，啊夠密啊夠心態啊，大家咧每人多走半步咧，咁啊仲可以啊瓦解住呢個日本。攻勢啊！好啦，打對打又有，哎呀！呢個冇咩出到啊，冇啊，冇有啊！呢個波咧撞埋嚟啊！如果出出邊咧，可能危險啲。你咁樣扯埋嚟咧，龍門口咧，葉王輝接曬啊！不過始終日本隊冇高波呢範咧，就係、是、暫時咧佢啊打走佢啊！你俾到啊，仲俾啊！哎呀，你唔俾左邊啊！呢、這個波長得帥，一早勁過左邊佬啊！咁但係咧，夾硬向邊又似乎急咗啲喎啊！咁啊，其實呢個時候咧，我諗急嘅原因就香港個心紅啊！睇下呢個時候咧，如果能夠控制翻個節奏咧，場上比如一比一啫嘛，係嘛？唔使話咁緊張，控制翻個節奏，慢慢嚟咧，仲可以啊！好，呢、這個波自己跌㗎，自己跌㗎啊！何嘢？王貴定硬好腳法多啊！你自己跌就呢個波。好啦，咁你真係去到左邊啦，只係咧，華華飛，再轉翻嚟，係、哎、啊，自己嚟。咁啊，急咗啲喎，啲變化係嚇。即係好多時就係查曼飛啊，做得碎，即係個波嚟，佢始終大啦，其實啊，你睇到其實個波擺埋中間都啱嘅，即係都可以搏一搏啊。咁佢哋亦都有咁嘅遠射能力。咁啊，反而我擔心就係中間而家香港隊嘅中場公路防守嗰度啊，尤其中場嗰個防守力啊。咁啊，你睇到好多次，因為得阿梁毅啊，梁毅就幫喺中間啊，好多時有人要衝上埋去嘅話咧，咁變咗兩個站好多時要收埋嚟嘅話，就會影響兩邊嘅防守嘅能力。咁啊，就我就覺得就係應該等阿梁毅衝埋多一陣，咁啊再擺翻阿阮建文啊嗰啲防守多個防中，下多個防中，咁我就直接啲進攻啊靠阿邵琦同阿陳文飛。咁啊睇下金軍捨唔捨得佢，唉佢可能即係歐聰有啲靈機一觸。不過咧，個郭建邦咁啊，即係我一睇到佢喺下半場咁好啊，其實查林飛除咗隨便啲波，即係用到佢咧，應該會幾好噶。咁啊，睇嚟大家咧就而家下半場嘅二十分鐘，好啊，睇睇呢個過頭，蕭奇龍門頂橫咗啦，不過咧就好在冇事，呢邊就係一個星。呢邊咧再可陳文定啊！定啊！再擺佢右邊好啊！睇下點做啊！徐德翠過到，不過幾腳好可惜，咪負得咗咧三分康裕。哇！其實見到徐德翠咧，經常喺右邊咧大位咧，左腳都係一下殺球。唉、哎，最中意你啲啊！有啲誤會就香港隊攞翻甜球。若果打和啦，90分鐘啊，要加時啊，再和，當然係一個五射十二碼。咁呢個時候咧，睇睇香港隊，哎呀，陳少奇呢個咧係篤出嚟咧就冇乜尺寸啦。咁但係咁老定啊，從邊度㗎嚇？啊，有人追緊埋嚟㗎啦，好嘢！啊，魏豪呢個波撞翻過嚟，咁但係前面咧就未攞到，唔緊要啊。呢啲時候咧就香港球員咧就回防得啦，我盡量啊塞翻多啲人。哎嗱，你努力，哎呀好嘢喎，佢仲話你唔夠力添。啊，即係各自好嘢，咁但係依然咧就俾我哋香港嘅防守球員喺度咧係等你嘅。霍建波下半場又醒咗啊，真係咧信心強咗。咁樣踩到得，仲控到，唔控到都唔緊要。哎呀，呢個球彈翻出嚟啊，唔係彈出界啊，真係陰功啊！哎，點啊？呢邊咧係打俾我都唔敢咧係硬闖啊！我呢個組織做到咧，唔好犯規得噶啦，頂住佢加壓嚟啊，冇咁容易。中間又俾人咧係解到圍啦。咁但係咧呢段時咧係日本咧控球時間咧就係多好多啊，三招和也轉過嚟。咁睇睇，大啲用噶，壓扯埋中間，好嘢，陳國豪高嘢一打，將個波掟翻出嚟啊！咁繼續咧帶過嚟，喺下呢邊咧就急咗啲啦，冇計啦咁啊，依然咧就係成為交易狀態。咁啊，日本喺呢個時候咧，因為睇到咧香港嗰個體能開始有少下降咧，佢喺中場咧就攞嘅時間咧就攞波時間咧控制比較多啲啊。咁啊，暫時仲係一比一，咁啊成為交易嘅狀態。咁啊，睇睇，仲喺後邊。
面，檸木大夫再轉，而家就慢慢啊，咁啊日本都遮落去咧，係呢個時候咧就睇睇啊，開始地波轉攻先嚇，咁啊暫時咧就香港都又攞翻一個界外球啦嚇，咁啊其實咧係跟住落嚟咧，我哋喺翡翠台嘅安排咧，將會咧係交翻俾呢個新聞部噶，咁啊大家我哋喺 J2 啦、高清翡翠台啦同埋明珠台啦，係繼續直播，繼續同大家睇噶嚇，咁啊睇而家咧喺翡翠台先睇新聞嚇。喂，啦，下半場嘅27分幾鐘啊，咁其實咧就，我相信剛才呢場波對大家都幾大嘅體力消耗，哇！呢個車前度勁喎，大款。咁但係咧，其實因為包括香港隊唔在講啊，日本隊先個別咧都幾多係自己控球都係幾失咗，呢個都係同體力有啲關係啊。咁啊，大家有排鬥啦，咁啊，如果體力用到咁上下啦，咁啊鬥志好啦嚇。咁啊，爪又禁區，又要同飛世界。嗱，我啊再等翻出嚟俾阿曾錦濤噶啦。不過其實少奇咧，今日入嚟咧就見奇功啦，頂下比較長啦。但係其時刻咧，其實佢啊唔係好多波係好嘅啫，都考慮到真係始終係周高。好嘅，得一日佢先話，得一日繼續去啦，山川豪也表埋中間，三分康裕再打右邊，青木拓始。好，三號啦，好射得㗎，睇佢殺波手球，手球。永井軒佑咧係手球，因為呢個波睇佢勢咧，追上去應該都可以順勢嘅起腳嘅。挨落嚟嗰下咧，左手掂到。快球嚟㗎，喺呢個香港隊嘅後場啊！足球金牌決賽香港同日本咧就係打成1-1平手，再次去到下半場嘅中段啊，上半場日本咧係憑一個國球混亂咧領先一球，但下半場香港咧就喺開波兩分鐘，陳少琪咧憑一個好靚嘅組織啊，三腳波將歐陽耀宗 set 俾徐德瑞，跟住頭槌點翻俾咧陳少琪咧，就一個好靚嘅入球咧係追成平手1-1啦。咁賽場上邊咧其實咧就睇到香港球員咧就嗰個決心咧好好，鬥心好好，雖然有個別球員睇嘅氣力咧可能咧都差唔多咧，即係開始磨磨地咁，但依然咧咬住個氣啊！你睇呢啲青哥一樣準啊！呢啲青哥咧，如果你唔夠氣咧，稍微爭得幾下時咧，就爭半步爭半步噶啦。好啦，咁日本咧成日出香港咧就係、是、睇到好似下港嘅諗法強攻咁，但係依然唔得話。咁日本始終咧又冇頭槌法啊，冇高波法咧，咁啊對香港嚟講防守咧就係即係減輕個憂慮啊，偉文啊。咁啊，的而且確係啦。咁啊，只要中間塞得好，我相信咧日本隊嘅話要想入第二球波都唔係咁容易啊。相反啊，你睇到其實下半場多咗少奇拍住阿查文飛咧，香港隊兩邊嘅球員係多咗好多波球過嚟嘅啦，徐德瑞啊同埋郭建邦，比起上半場係多咗好多，表現係好多嘅。咁啊，希望啊最後15分鐘跑埋一啖氣，咁啊睇下可唔可以為香港咧攞到呢件堅熱咧足球嘅金牌啊！我就覺得有機會啦，只要頂住嗱入唔入波一回事，再睇先嗱。喺心口控，你如果郭建邦劈兩下三下，係俾我判定。佢攞出第一下控咧就食西啊個波，西出咗去啊！佢控嗰個波順咧，佢可以做到功夫啊！嗱，就算香港隊咧入唔到波唔緊要，只要後邊唔好失波啊！哎呀，又有一次咁嘅機會啊，唔係嘛過咗啊！點解我哋咁講咧？就算前入唔到波，只要你後邊唔失波都係打和啫嘛。去到四四碼，我點講㗎啦？成20,000-30,000人對你哦，係咪點同啊？喂，換人啊嘛，日本啊！咁啊，22號咧就係大冢長平啊。咁啊，上一場咧佢都係打後備嘅。咁啊，今次大冢長平咧就係後備入喺呢個大壁勇也。咁啊，名氣經驗啊相當大㗎，大壁勇啊 J 啲嘅球員。咁但係咧今日表現咧可能教練覺得比較一般。喺呢個時候咧就放咗大冢長平咧出嚟。咁啊，香港隊都係喺半場換陳少琪一個嘅啫。咁啊，其餘球員咧而家仲頂住啊。我覺得好似偉文咁講，即係皇家所見略同啦，偉文啊，或者咧下半場嘅啱啱即係仲係打劫，即係喺幾個位置上，雖然可能有少少體力或者會有啲相差，但係佢好入球地嘅打得，形勢唔錯㗎。好啦，右路殺落去，睇睇呢個咧就啱後入睇嘅大冢長平啊，一級右腳斬落去，真係做曬火啊，包括籃子球啊。
喂，黃子龍體能好好啊！嗱，呢啲波咧，其實你咁樣吸翻條再打翻落去，都俾佢轉身攤咧，佢咧即係佢咧，佢仍然有充足體能。你只有人慢一步，你慢半秒都唔掂，蘇偉傳入嚟喎。呢個時候咧，嗱，蘇偉傳係打防守噶，咁啊呢個時候咧就換阿曾錦圖啦。咁啊，蘇偉傳咧佢自己可以打右後防又得，佢埋中間都得嘅。咁啊，曾錦圖今日咧就出嚟係打右後衞噶。咁啊，上場咧蘇偉傳咧入嚟咧就係留住一都係打右衞。大家佢又嚟有啲交帶佢啲指示喎，會唔會會而佢埋中間定點咧？呢個未知啊。睇下個攞場先，一定運轉好咗，好定喎。你唔該佢就搞掂。阿偉文，而家阿蘇偉傳出嚟咧，你嗰個局會點變咧？或者不變，繼續咁打。咁其實幾特別嘅，其實今日曾錦圖喺右邊咧都踢得好好㗎，佢個位置啊，亦都誒堵塞到誒日本隊左邊嘅防守。咁啊，但係去到80分鐘啦，咁啊唔知係咪即係佢自己本身示意場邊啊，可能自己呢個體能有問題啦，先至就將阿蘇偉傳換咗。咁我相信中間我諗佢唔變嘅，因為阿李志豪嘅時候咧喺成呢大嘅賽事嚟講都係踢得唔錯。咁我諗蘇偉傳會唔會都係佢翻去睇即係睇翻曾錦圖點解有走嘅啫？日本队又嚟啦嘛，这么着急，我有机会嚟嘅，我只系用个撞埋咧，冇犯规远射咁啊，好啊，最好你猜呢个礼拜前嗰啲榄球比赛咁啊，就因为多得嗰场榄球赛啦，咁所以搞到呢个队咧就更加难啦。射波又啱啱就系呢个冚上嚟，其实都顺嘅，系山川无也，咁啊咧冇乜好嘅射波。解圍，亦都係三口追上去，就應該係幾好射嘅，屎屎都冇入。我哋嗰個射出嚟，亦都顯示到日本其實嗰個伎倆咧，就真係偏向單調啦，亦都係發現一路做嘅短傳啦，甚至冇乜效果啦。而家有啲機會遠射都要照嚟。咁其實即係我相信個過程發展落去咧，日本都好多機會呢啲中距離嘅射波。因為始終香港隊個中路防守唔係話咁強啊嘛，但係即係日本隊嗰個射術就如果係行落地咧，肯定難。即係遠射嘅能力係比較強啲嘅，但日本隊嘅遠射就唔叻，咁啊始終都係要靠邊路出波，希望就喺球線下邊啦。解圍啊，太焦，但係都冇話都掟出橫邊。咪打如果打即係打得年青啦，打到氣咧，咁啊當然點樣嘅撐香港主場咁啊，真係我覺得呢場波係好似啲賀歲杯咁，不過就個意當然站更加高啦，或者東亞運嘅足球決賽啊，賀歲杯咧，平時我一齊對一年一度都感受到啲主場嗰啲球員啲威力。轉咗身落去，果然都擺嚟右邊再壓落去，都幾靚啊！三川梅啊，走埋中間又等一日，好彩嚟得腳，哇！真係呢段再一個球奇踢高從高而落，但係都頂唔到之後，佢出嚟俾日本陳偉豪咧就身位上好啲嘅，但係俾佢手咧壓到條腰。你睇香港隊防守咧，即係最好一樣咧，就係滴水不漏啊！頭先阿偉豪咧就追咗出去嘅，追咗對喎。咁但係你踢翻嚟中間咧，阿志豪啊、蘇偉傳啊呢啲都舉翻埋嚟啦，包翻嚟中間咧頂翻個位啊！咁但係呢個而家時間咧就俾佢時間咧，最後咧約個十鐘連埋保時咧，可能都有十二三分鐘㗎。咁但係香港球迷咧就越睇就越興奮啦。咁啊，皆因咧香港真係打得好，咁啊暫時咧一比一。喺嗰啲死球掘落嚟唔錯啊，起碼俾到隊友。咁啊，再批咧係停彈咗幾下頭槌噶啦，來回幾下噶啦。咁啊，跟住第三個頭槌，如果我落翻腳，俾翻歐陽耀宗好嘅。第一睇下，第一時間俾啊，等過冇計啊。咁啊，但係咧追咗上咧，歐陽耀宗咧都話失咗波，立即追翻啦，追住呢個尖松大輩一俾入嚟，好嘢，梁振邦又擔到個位啊。主要咧真係頂你頂得好啊。好啦，呢、這個未出界㗎，哎，好嘢，睇下個好嘢。第一爭得出界，第二攔翻正咧，個波彈中咗只腳出界，出攞個界外球啊。好啦，轉面嘅靚身嚟，一轉俾落嚟，好啦，中間歐陽聰又冇中過出，左腳出就麻麻地，應該角球，呢個冇錯啦，哎，又叫好啦，又叫好啦，有角球咧，又叫好，你話呢個時候咧，俾香港咧係頂入2比1啦，哇，我諗話個升落啊，即係嗰啲分貝都唔知點計啊，不過咁咧就唔怕嘅，上邊豪澤都唔會投訴嘅，哇，呢啲大波嚟，大球上最初就上邊豪澤投訴你草音帶嘛，呢家冇啦，冇人投訴啊，你有咩可以落嚟球場啊，特首投訴，越大聲越好啊！睇呢个波啊！见到话唔系啊，黄章海话欧阳耀宗开举高双手，呢、这个战术都系咁踢噶啦！哇！哎呀，倒挂添，佢挂得唔应，但系未出界喎，仲可以咧，有机会做翻一次啊！又见到后入仔啦，苏慧全一斩埋嚟散嘅，再嚟一个，另一个角球散落去啊，千重大富。咁啊，
其實不是很多次，我諗即係對尤其他外地比賽是高咁波有着數，今屆賽事係㗎嚇。你一次過球啦，咁睇呢幾個啊，堅尼，我睇到啲香港隊咧，能夠用翻個香港隊個香港足球總會嘅徽徽，因為唔係用我哋區徽嘅，係嗰個波衫文化好專切。好啦，等到教球嚟，推咗出嚟，禁區外射唔射得佢？唔得，歐聰話唔得點？比翻右邊正路啊，少奇黑串右翼，哎呀，睇得佢，但係出到地波，哎呀，不過對手解到，他唔追喎、啊，我想睇落咧，真係個別啲情況。日本隊咧其實強咗地㗎，即係嗰個鬥心險都同你有一段距離㗎啦。尾網嗰隊咧真係食著勢啊，真係打個勢啊，是打波呢啲。少奇又繼續手榴彈，睇嚟呢張咧頭等都值喎嚇。再貼門呢個批嚟啦，射到散到門口唔知邊水，總之對手球嚟㗎。再出翻嚟，嗱唔好俾佢咁易突擊啊，埋嚟拍下先。哎呀，好靚啊！呢個重點兜嚟右邊，滴一滴地，兩下俾對手轉到身，冚埋上嚟，拋翻佢先啊！十五仔啊，呢、這個咧就係青木托子，得住得住得住，好，都要輸翻俾佢，因為其實啱分個波嗰個轉線咧，其實分得好靚啊！即係最怕你攻到興起咧，嗰頭俾人一個冷戰就搞掂。使啊，手榴彈打落嚟啊，起到腳，但係當時對手打嚟先。睇一出嚟禁區外第一時間，哇！呢、這個咬腰射唔係易射咁隨得水啊，隨得水射啊！咁嗱，呢個反攻咧之下咧就輸個膊頭啦。你睇下香港咧都犀利啊！對方反擊翻嚟咧，嗱嗱聲，你已經七八個球都翻翻自己禁區啦。個打者後面頂到頂高我就唔怕啦。呢啲波咧就唔驚啊！日本真係唔驚佢，因為你睇佢高咧，因為佢冇個球員咧個制有制空力同埋個頭槌咧，佢哋幾下雖然咧係傳咗出嚟頂咧，都係頂高咗噶，咁啊不善此道噶。我再睇咧，喂，國球又開得唔錯嘅噃，啊，佢哋呢個三分開嘅啲波開得幾好噶，咁但係硬係咧，佢哋冇一個善頂嘅球員啊，你睇幾次咧，佢哋啲波咧都係好高噶，咁如果呢個日本有埋頭槌呢範咧有高波咧，香港就難應付啲。而家咧就84分鐘啦，咁啊法定時間仲有5分鐘到，我睇睇香港咧呢、這個時候咧就，如果香港入波咧呢面金牌咧就肯定到手啦，咁但係咧如果日本咧睇睇呢個時候咧就八加時喎，八加時五八，我加時再和我都八四四八，我一定係捧香港贏啊！呢場好啦，睇到傳得衰，俾中中間又冇人啦、啊，冇人啦，哇！但係咧，你睇日本都驚啊！呢、這個堅田長眼都唔好諗啦，撞咗出去先啦、啊、其實嗰波咁行咧，後面邊有人嘅時候扭一扭咧，可能咧就唔使輸國球，但係咧佢都驚啊！佢點解國健波喺咪度啊？喂，老實講啊，你話香港體力去到差唔多，日本何嘗唔係咁啫？因為大家都接近完場啊嘛，都係咁啊嘛，大家機會均等㗎咋。有國球啊，真係刺激起場，真係抵睇啊！啊，我嚟睇睇。又落歐聰舉起隻手貼門啦，好貼門，雙槌打出，俾翻都係歐聰，第一時間再掘啦，再掘去遠處，哎呀，嘥料啊，果籠就唔知係有少少心想笠去遠處，定係想斬啦，應該都係想笠嚟到高啲，嘥咗次機會，又係一次角球攻勢無功而退啊，咁啊，仲有5分鐘，首先咧龍門打出嚟呢下咧。都因為見到個波來射得好勁啊，中斬得啊，所以見到啊門將啦就係重托嘅，都唔敢接佢，不過打得幾遠啊真。除非日本仲係秘密武器啦，為難啲啊，其實個勢就幾樂觀㗎，因為除非你話唔係，佢仲有一兩個好氣好靈，因為好似阿鍾偉真佢都攰，佢哋一樣打得密啫。佢哋一樣係四強，一樣加時。我諗佢就冇秘密武器㗎啦。呢次踢到85分鐘啦，嚇、啊，即係驚狼停出啦，仲點會話即係而家收埋秘密武器啊？而家即係佢有少少江郎才盡啦，啊，用曬呢班咧，佢冇高波嘛。咁香港其實咧就相對地咧，我覺得咧佢比對招招嘅時候咧就更加容易踢添啊。招招後邊嗰段咧猛咁放埋中間咧，其實幾難頂啊。而家你咁樣組織埋嚟，你大家體力差唔多，你又容易有甩漏，你有甩漏嘅情況之下咧，我後邊啊縮一縮後邊啊有波嚟就大腳掉一腳啦，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咁啊，對香港嚟講，形勢絕不壞啊！好啦，咁啊，睇睇咧，可唔可以前面做個靚啲嘅組織先？唔好咁急嚇。靚啊！對啊，呢、這個波搶得最，但係真係拋到啊！但係咧力大咗少少，哎，呢、這個波令到大虎咧就係食住佢個位。咁啊，時間1分1秒咁過，對香港就越嚟越著數啦，我覺得啊。我呢場波咁樣打落嚟咧，恐怕
東亞運一個其中一個最後高潮，即係今屆香港嘅東亞運都好多精彩表現啦。啱，即係我係其實估唔到，即係喺賽前我哋咁多傳媒估計有咩嚇按點高峰金牌都冇提過，有冇提過足球？提過足球，咁但係足球破曬紀錄啊！嗱，呢個嗱，即係你起碼足球隊能夠好多大型嘅賽事入到決賽已經係一個紀錄啦。第二就係最多人睇嘅賽事啦，你無論係班龍以及班龍以及你累積總數啊，咁多場賽事加埋班場賽事又係最多，好埋啊！得啦，呢個好嘢，呢個咧係檸木大富好嘢啊！因為除咗上一級嗰只咧，檸木大富縮一步啊，縮一步咧食住個位啊，唔係同佢鬥搶，因為檸木大富衝前咧，可能會撞到呢、這個搶地王，佢就唔係衝前啦，佢縮一步頂翻佢個位啊！好啦，呢個時候咧頂住打尾啊，仲有幾分鐘嘅咋，俾啦，俾次奇，冇錯，轉到個靚身氣啊，大力咗唔關前奇事啊！好啦，呢、這個波轉翻過嚟，睇下咧係後備嘅大中長平，左轉右轉仍然好短。到腳嘅啩，一撞好，升啦！你哋個到呢幾分鐘啦，我哋都特別緊張。梗係啦，其實自己攞咗波好地啊，人哋攞好鏡嚟噶。喂，但係呢種咧，我諗其實我估今日咧，現場或者電視機旁邊都多咗好多觀眾係平時未必可能睇好多波。咁但係你可能都係會感受到，即係你有一隊自己嘅球隊去支持佢嗰種歸屬感，嗰種緊張刺激係點㗎啦？哇，小奇咁啊！之前暑假對熱刺嗰球掛射就啊，令到列納都對佢有印象。咁啊，呢球掛射就爭啲。話睇嚟咧，大家而家作賽嘅話，一定慢慢入場嘅球迷咧，都等待加時啊！嚇，哇！今屆嘅比賽好多都係加時，四強兩場都係都係加時啦，一場互射十二碼啦，咁啊～頭先季軍戰又係加時啦，又互射四碼啦。日本都爭呢個加時㗎，對呢個韓國嗰場。係林保時啊，喺加時差不完一分鐘咧先入波㗎咋嚇。好難先啊，頂住佢冇咩入咁多啊！哎呀！頭先你知道講完之後，我自己都驚我講錯嘢。唔好俾呢個保時話俾呢個日本啊嗰場波喺呢個加時嘅時候就未入翻嘅話，最後我即刻拿手，我唔敢講啊。喂，好彩葉夢輝挨拍拍翻出嚟。嗱，夠喂，反應時間夠㗎啦。而家睇保時保幾耐㗎咋嚇？嗱，轉翻出嚟，壓車呢啲波咧係。就唔太大威脅，因為佢超過高過凡咧，落腳咧就大家一半一半嘅啫嚇，少權都翻埋嚟啦。好啦，再掟入嚟，封好埋嚟噶，而家全軍對手噶啦，送個短嘅，好攞，唉，慢慢嚟。呢啲時候咧就餘下落嚟咧，我諗香港咧就唔需要咁急去踢啦，因為咧你點樣急到你未啤呢個攻勢入到波啊？咁但係最重要就係保持在腳，有三分鐘嘅時間嚇，三分鐘嘅時間。法定時間咧係夠曬啦我記得咧就係日本嘅教練咧，佢就賽前接受訪問，就希望啊決賽當時唔知咩決賽對手，希望對香港啊。係，我話點解咁希望對香港呢？咁我諗多多少少覺得易成啦。咁但係亦都係氣氛好啊，咁但係我都係做啊，唔知係點先。睇睇先，頂住，甩腳，睇位，好似推粉都係日本嘅。因為推出嚟咧，佢都自己失平衡啦，係嘅講係啊，但係其實真係有啲危機㗎。有冇辦法啦？因為你自己都失平衡啦，推出嚟啦。如果你唔甩到咧，就休曬喺佢度。16-16啊，唔準幫到場面嘅。其實呢個波應該就即係平情而論咧，大家都係鬥狠嘅啫嚇，即係唔使應該俾佢繼續嘅嚇，兩個都冇犯規。咁但係當然啦，球證喺呢個時候咧出個犯規，我哋亦都唔會有異議啦嚇。但係問題咧就而家咧嗱，三分鐘保持咧就過咗一分鐘㗎啦。我喺呢兩分鐘點樣去盡量咧係減低日本嗰個進攻嘅啫，因為呢啲時候咧你俾日本攞住個波咧，佢又背成射一㗎啦。佢都明白，如果打加時攞入呢個射射嘅話咧，一定係大弱勢㗎。哎呀，哇！好正。咁啊，焗嚼啦呢個，林振邦啊，呢個平平正正唔理你啊，佢是阿陳家華。呢個波咧就急一啲，因為其實咧後邊咧有李志豪喺度啦，差好近。不過冇啦，呢啲打埋埋踢嗰啲時候咧，你突然間個大動作一扯啲肌肉咧，好容易抽噶啦。哇！少奇咧喺呢邊又同人嘈啊！大家控制翻個情緒先，控制翻個情緒先。不過其實
要俾牌嘅，梁振邦呢個要俾牌，呢個值得自己玩。咁其實因為梁振邦都追唔到啦，係啊，唉，咁啊踢落去好過俾你打反擊啊。咁啊，少奇唔知係邊度立火頭，唔好啊，係喺大家勸開。其實咧就梁振邦踢佢踢多永正謙遊啦，本身永正謙遊都係有黃牌，都係最底嘅啦，都係最底嗰啲嚟啦。咁所以點解佢都啊，即係想洗翻轉頭咁嘅款。咁樣繞繞下咧，就差唔多都搞咗接近一分鐘噶咯喎，可以快噶啦。睇咧球證，球證啊有權啦喺呢個保持當中再保持嘅，睇佢用唔用啦，引唔引用啦嚇。如果唔引用嘅話咧，咁呢一個咁啊混混亂亂咧，咁又拖過咗分幾鐘啦嚇。誒，入跑好似唔俾牌喎，冇啊冇啊冇啊，冇俾牌喎。嗱，頂埋呢個死球啊！哇！要怪啊！呢個波應該吹重門口管，因為個彎批咗咧喺從高點咧，佢已經好多時間出現嘅，但唔吹咧，要等一拍咧先吹咧，應該就吹重門啦。啊，睇睇係咪啦？嗱，呢彎曬其實咧，香港都撐高噶，所以咧就冇預位噶。咁呢個時候咧，先咧球證都好醒啊！呢個球證啊，呢啲啊關鍵位咧，其實佢都個處理得幾好噶。即係頭先咧禁區，譬如呢個啊何者何嘢廣貴一埋嘅話咧，佢都係吹何嘢廣貴啊，佢唔係邊個幫你做噶？呢啲咧就係呢個越南球證咧，應該我諗都係馬掛馬頭啊，即係去掛啊做呢啲大型賽事啊，因為始終係主場之嚟啊，都係有少少着數啦，即係就唔係多咁啊，去到關鍵時刻咧，可能啲球證都會有時鬆少少啦。嗱，你真係咪保持啦？好啊，唔使啦，多謝。呢個球證咧就真係咧做慣主場球證啊，啊即係知道咧個位置點樣安排啊。你知唔知我都想要加時係嘛？唔係嗱，呢個好簡單啫嘛，佢頭先嗰個混亂起碼分半鐘，但佢保持咗保廿幾秒啫，唔使麻煩啊嘛。有嗱，如果照正常佢補足分半鐘嘅話，有咩時候呢個時候入咗波，咁可能好多人都埋怨講緊球證個保持啦。而家冇啦嚇，咁啊加時咧，大家又好。喂，我亦覺得話，都係你香港一路打落去咧，去到加時咧，或者大家踢加時咧，就個心情咧就係話咦穩住睇住先喎，未必有大嘅突破場咧，香港嘅電話，因為香港去到成場馬咧。我諗個勝出率係好高，點解呢？即係全場支援之外呢，你睇喺準決賽香港射嗰次射馬，個個都入㗎，射四球入四球，心情呢嗰個狀態啊心態係完全唔同㗎。守門員葉鴻輝係救到你個波喎，係咪先？完全係處喺一個如果去到射馬階段呢，我覺得香港個心態各方面一定接先。相反日本佢嗰場波冇射射馬，嗰場波佢啱啱喺保持之前呢，喺保持前入贏返嘛，咁、那個情況係完全唔同㗎。我呢段時間咧，哇，好緊張啊！你睇香港隊，經巢進出啊，廖俊輝、朱國權、金冠坤啊，企咗喺後邊。咁啲職員，哇，你睇廖俊輝幾緊張出嚟，朱國權咧就一路都係幫手。